就是推广土豪之势力里头激烈味。大家好，我是香菜运动的妈妈，今天用熨斗做个美食。是好的熨斗，切到小块，这熨斗有点牛毛气，这就是我的。是好的熨斗，放在盆里。妈妈，你今天做什么好吃的？今天下子吃下子的面，一点不走奶，这看着就撑到树了。撑到下子人都懂，等下子以后这天一天一天的过冬已经开始哈，一天撑是一天，撑到下子这就白的，等到冬天得过冬又撑了一天撑是一天。今天还过端午节，端午节要我这个吃粽子，一年最大的是阴屈原。这云都什么品种？都是啥？从前面这样的小块儿放到小盆里，把蒜切到片儿，又放到小碗里，酱配边后再切上末，放到葱蒜一块，把肉切到条，再切到小方块，把肉戳到碗里。多一点油，油热了，把油倒到锅中，倒料进去，一点小盐，用勺子舀了些放进酱，葱姜蒜放进去，好吃。葱姜蒜的味道放进去一点，你看，一小鱼呀，再一头，用汤圆倒成热水，十面看，把菜里面放点点酱，味道好，看过五分钟就好了，五分钟到了，两面好油。搁点味精、酱油、油半句盐，八分天裹上去了。好了，我得关上火。剁好的菜留进小盆里。锅中的水冒泡，下生面条。为什么要锅里冒泡的下？开锅下不行？因为这是干面条。要是咱不的压的面吧，就得开锅的，都成了生油锅水饺。这个干面条就得必须掉一掉，洗不开，要不怕焦锅底。关那时候也有人不能捏一块儿，俩块儿，开两个块儿。面条都湿了，制好的面条捞着凉水里，和好的面条捞成一个放到盘中。把面条调至碗中，不能太满了，好油菜。这面都够少，这就叫云豆面。夏天这面这么吃太顺口了，面条这么丢的，爽滑还有劲儿，好吃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关注香菜运动，谢谢大家。